紫薇容嬷嬷时隔21年再重聚，锦千双手画面超温馨，满满回忆杀。说起《还珠格格》这部电视剧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，它也陪伴了80、90代的童年，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最近林心如和李明启同时参加金鸡奖晚会时再次相遇，面对紫薇容嬷嬷的再度同框，这也是时隔了21年，两个人在电视剧结束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了。他们的这次相聚也让大家想起了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剧情。虽然在剧里容嬷嬷一直针对紫薇，还用针扎她，但其实在拍摄时她一直把针头对着自己，这一点也让大家看出李明启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人。他们的再次同框也给大家带来满满回忆杀，好像回到了当时看《还珠格格》的场景，但这一次不再痛恨其中任何一个人物，反而为他们的相聚感到开心。大家期待能看到《还珠格格》原班人马再次重聚，虽然实现的可能很小，但能看到紫薇容嬷嬷的成同框，大家还是非常开心。